期呢来做一个年度的总结。那么呢，现在我录视频的这个时间呢，也还是在12月4号这样。那么为什么会提前那么多呢？因为之前的时候呢，每次想做一个年度总结啊，但是其实也挺简单，你去找业主，然后谈好租金，然后再找管理处，然后交好管理费，然后最后呢决定一个入场时间。你看完场地之后呢，去稍微想象一下它该怎么布置，然后可以放多少台机器，怎么放，然后就可以去买机器，然后就放进去就差不多了。我们的科学馆那边啊，那个商城呢，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人流量的，都是靠一些老顾客跟周末才有一点点人气这样。然后科学馆这边呢，虽然是平时的路人啊，人流量不太多，但是呢，它好歹也是整个深圳然后最多套路，然后最多玩法的一个地方了。所以呢，想做好也是要坚持弄不同的玩法，然后呢，不停的去想新的玩法出来给大家去氪金啊，去上头。
好，那么今年的年终总结差不多应该就是这些了，感谢大家这些年来的支持与关爱，谢谢。那么希望大家呢也跟我一样啊，一年过得比一年好一点，一年每年都进步一点点，然后呢后面就可以达到你自己想要的一个目标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